360行，行工Omega， 不怕失败，不畏困难，找出 DNA， 坚持到底就能成功起飞。结婚选对婚纱，可以让一个女孩子一辈子拥有甜蜜的记忆。但是要怎么样选对婚纱呢？今天成功起飞要为您介绍这个人物，是一位韩式婚纱女王。她开店不久呢，连续3年业绩破千万，而且在疫情期间呢，大家都倒地，她屹立不摇。解封后业绩还翻倍成长。更有趣的是，她的婚纱店竟然开在桃园火车站，开车要7分钟，非常偏僻的这个秘境。这个婚纱女王到底是何许人也？我们一起去揭开她成功的面纱。婚纱店的老板娘佩佩，蔡佩玲，大家对她绝对非常有印象。她与姐姐就是被演艺圈誉为最会理财、最美丽的双胞胎依依佩佩。妹妹蔡佩玲2012年打造的韩式婚纱店，她认真的招呼客人与专业，完全没有因为艺人的光环让人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反而让人多了一种安心。邻家傻大姐的直率与真诚。佩佩好，佩佩是被誉为21世纪最美丽的女艺人，双胞胎最美丽双胞胎，没有啦，最应该最努力的艺人之一，小蚂蚁。但是你们演艺圈出名是你们两人非常会理财，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啊开婚纱，大家都是在台北开，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桃园？桃园。对啊，这跟你们理财有什么样的观点吗？有一半的因素是因为我嫁来了桃园。那还有一半的因素是，我们那时候要开店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有金主，或者是有存了很多很多的钱，因为其实婚纱店它要的成本非常的高，光是一件礼服就不便宜，更何况是你要开在黄金店面。我还没有招来客人之前，我只要一睁开眼睛，店租就要快100万，还有一大堆人事成本，所以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就开在一个我比较没有压力的地方。会开在这边是因为我们有亲戚的房子在这边，然后他可以卖给我们，因为是亲戚的，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跟压力。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开这边，只要我们的婚纱有特色的话，我相信大家是会慕名而来的。所以那时候就去韩国，然后做了很多的功课，结果发现意外的有很多女生，他们会觉得哎，在台湾没有听过韩式婚纱这种事情，然后他们会慕名而来，所以我们变成是在网络上用起了名气。对，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幸运的地方。你也可以开很多时装店啊，为什么会选择婚纱？我当初会开婚纱店是因为其实我妈妈她以前是服装设计师。对，你是服装设计师。对对对，她是做时装的，所以我反而比别人幸运的就是我好像从小都穿定制服哦，而且是设计师画的量身定做定制服，而且都是超华丽，因为是自己做，就是妈妈以前会为了照顾我们，就是会接案子回来，后来自己在家里做衣服，妈妈就会把人家特卖的那个芭比娃娃，就是比如说烟水啊泡过水才15块，然后芭比娃娃就买回来，然后就把他们的衣服全部扒掉，说来你们两个不是很喜欢看灰姑娘的故事吗，你们就自己画你们喜欢的衣服，然后我们画了之后隔几天妈妈就把那个衣服拿出来说做好了，这样真的就是一个公主的衣服哦，超有趣的。然后所以从小我就觉得从零到有变成一个漂漂亮亮的礼服，好像是在人生当中是可行的，因为我有眼睛有看到过。那时候他们小时候芭比娃娃算是比较贵的，不是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就刚好那一年我们住的地方有淹大水，然后那个芭比娃娃店有一些芭比娃娃就泡到水了，就卖得很便宜，然后我就赶快买两个便宜的，可是因为泡了水那个衣服都脏了，我洗一洗还是觉得说泡过水的，我想到说我自己来做，帮芭比娃娃做好多衣服。那你说小时候很家里很困苦是有多困苦？就我爸一个人赚钱嘛，然后他在工地当工人要养全家总共5个人，所以我爸在工地他几乎是1年365天全年 无休，其实很辛苦哎，但是你也有感觉到妈妈其实还有爸爸他们是没有让你们感觉家里是辛苦？对，完全没有感觉。有一阵子工作接不上，然后他就想说这样子
不稳定，他就去应征人家一个饭店的老板司机，然后因为老板没有出门，他一样要跟饭店里面的那些房务人员一样要帮他们，就什么东西都要会做，对对，要一起做啊，刷马桶啊，铺床啊，什么那些都要做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你们知道，可是什么时候，只是觉得爸爸做这些工作，他回来曾经第一天回来我就抱着他哭，我就觉得很难过，变成去做这样的工作。他们都会把最好的给我们，然后尤其是我爸爸，他不管我们要用什么，他们都会跟我说，你就是吃啊没关系，你就是用没关系，因为爸爸他其实是工人，然后那个很辛苦，然后每次都听人家说，我爸爸有时候会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蹲在地上，然后就是头晕起不来，因为太累了，所以我就会觉得，从小我爸妈这么的辛苦，但是他就是不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非常贫穷，对对对，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输别人太多，我们该穿的衣服都有，然后该出去玩的什么也都有，所以我觉得爸妈很伟大，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没有伞的孩子跑得比较快。没伞的孩子跑得特别快，没有富裕的家庭背景撑腰，凡事靠自己努力创造财富。于是他嗅到商机，成为第一个将韩式婚纱从韩国带回台湾经营的韩式婚纱女王。店内用心装潢，让你仿佛置身在韩国的婚纱店一样。而且小小的店竟然存放着价值连城的上千件韩式婚纱哦。那礼服也太多了吧？总共有几件啊？应该有上千件吧，其实已经有点数不出来了。哇，上千件的礼服海啊，这个，那这样总共多少钱啊？很熟悉，也数不起，数不出来，千万。对，应该超过了啦，一定超过。可是我有疑问啊，这么多的这个礼服，你怎么分类啊？平常礼服大概有分两种，一种是适合拍照的，一种是适合宴客的。怎么分？那现在新娘子已经穿好了，就我们直接用眼睛看好了。好、哦，来。好，那我们新娘子准备好了，那我们数到三喽，就一起把帘子拉开。好，预备，一、二、三。哇，好美哦！上面的手工非常非常的满，其实这个师傅是一种职业伤害，他要这样子很细微的一直缝。那像这些手工呢，它其实反射出来的光线的那个折射角度也不一样，就是当你一进场的时候，上面的那个 spotlight 跟水晶灯就会把所有的光线从这个身上反射到所有宾客的眼中，全部都是手工的哦。对啊，而且其实那个韩国人心机还蛮重的，就是他们常常不会把亮度就坐在最外面，除了上身已经够亮，他下身的话他会把亮度坐在第二层。哎，真的？对啊，他不会那么直接的就这样子很亮，就会少了一点质感，他会低调的奢华，就是有点雾雾的，好像有点柔光的感觉照在外面。韩式婚纱低调的奢华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再加上韩式婚纱他很喜欢用那个马甲绑带的方式绑出很美的腰身、对，你看尤其有些女生她可能不喜欢，就是在我们胸口的地方她可能不喜欢绑太紧，有时候怕会副乳出现啊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不是像拉链这样 一次就拉起来，我们可以依照客人的需求，比如说胸口不想要太紧，怕有副乳出现，我们就这个地方就拉松一点。那腰的地方，大部分女生都喜欢很细，我们就可以努力的，对对，把它拉出十八腰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样曲线就会更明显。你以为刚才已经有一百分了，对不对？我跟你说，接下来更厉害，它没有任何一颗钻，但是他一穿上去就是散发女神的光彩，男生看到就想娶回家。真的假的？赶快看一下那我们数到三喽、好，一二三。恭喜！这个风格又跟刚刚的不太一样，介绍一下这个。对，像刚才的呢，它是散发了璀璨的光芒，就是那种皇室的感觉。但这一个呢，它是运用了女生就是喜欢那种粉色系的心情，对，但是却不是那种 pink 的那么的恶心，对，它是很柔美的藕粉色，
那你会发现以前啊，我们看那种电影的时候，那种公主不是都会穿先穿一个马甲在里面，然后再穿一个衬裙，然后下面躲一个人。对，没有，没有躲，对对，很蓬，里面真的可以躲。就是如果那个有小王的话，就会叫他先躲在里面。没有，对对，哦，小王子，对小王子，然后就会有一个那种蓬裙，像那个灯笼一样的那种感觉。那现在呢，韩式婚纱它就不需要里面穿衬裙，它直接就帮你做出蓬度了。你看它这么多层。这样换算起来其实大概有个五六层，哇，这个 还不算是最多层的哦。其实我们很多韩式婚纱都是里面不用穿衬裙，它就会有天然的蓬度，这样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会随着你的步伐，然后会有那种摇摆的弧度，然后看起来就会有比较律动跟灵动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比较适合外拍。嗯，适合外拍的。你们这个适合外拍的都还蛮新的。对，哎，你有发现耶？对啊，很新哎。你知道网络上常常会有很多女生不是都会分享说什么看起来很漂亮的礼服，其实本人他们在拍的时候这边可能都会破一个大洞，然后说服装师用那个别针帮他们别起来。其实我觉得无可厚非，很多婚纱店因为礼服成本真的太高了，所以宴客的礼服如果折旧了，宾客会现场直接眼睛看得到，很明显。那些礼服怎么办？又不能丢掉，他们就会退到拍照区给人家穿出去拍照。那拍照因为透过画面看起来就比较没那么明显，细节也不会这么清楚。对，如果它旧了破了，比较拍不出来。所以其实很多店家他们会拿宴客旧的破的礼服放到拍照区，但我们其实也特地为了拍照重新做了很多新的拍照的衣服，所以你会看到都是很新，很有心哎。对啊。我刚才看了两套，我想请问一下一个很怂的问题。什么问题？这样多少钱？成本吗？我想看，应该有一个车子变成一个小套房。真的？成本啊，没有没有，我觉得男生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因为想了之后就会觉得舍不得花钱。对，只要想到它很美很美就好了。一辈子的幸福啊！对，真的。那接下来这个要看的是？接下来是哦，更不得了。我觉得看过之后会觉得就是很像史诗一般永存在大家心中，因为它就是很经典。对，很经典款，而且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女生感觉又有气质又性感，这是很高深的境界哦。真的，那赶快看一下吧。对，那我们要数到三哦。好，一、二、三。耶，是不是？你看袖子哎。对，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古典皇室的感觉，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想要有那种比较复古经典的感觉，我想要有袖子，但是又怕有了袖子之后就。包太多，少了性感的氛围，所以其实像这个这么合身的，它叫做鱼尾的礼服，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鱼的尾巴的感觉？对，就有很明显的曲线，就是鱼尾的礼服。对，鱼尾礼服呢，它就是很经典的，可以展现出女性凹凸有致的身材曲线之外呢，但是让人家觉得很性感，却又不会太裸露，不会没质感，因为它身上满满的蕾丝跟白色的就是象牙白的那种珍珠，可以增加了皇室的那种质感，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觉得好像应该是某个王妃会似曾相识穿过这种类似的礼服，而且晴雯薇穿都不怕晒。对，哎，没有，不是说把它变成这种，我们是高贵典雅的皇室礼服，对对对。然后呢，你看它这个也可以做很多的变化哦。什么变化？你看哦，它现在是有袖子的，对不 对？我们拍照拍了几张之后呢，这个扣子它是可以拆开来的，就是你看这个袖子拿下来。哎，可以这样拿下来，对，这样是对的吗？活动式的，是啊是啊，你看，这样就是很多女生很喜欢的心形领的白纱了。你知道很多女生她会选择障碍，她会觉得，啊，我一生一次婚礼，我想穿这种心形领的小露性感，我又想要有那种很有气质的长袖。哎，这两种 style 都可以穿到，哎。对，她就是拍照拍了几张之后，可以把袖子拿下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哎，然后还有一种哦，还可以再变化成另外一种。一种变成一个，好有趣哦。我们还有小道具。我觉得韩式婚纱心机真的很重，是不是？小心机非常多。对，刚才是比较就是时尚，然后就是变性感，对不对？对，然后现在又变成比较经典复古的感觉。这其实 CP 值还蛮高的，对，就是、小小的变化就会各式各样的穿法都不一样。对，所以有选择障碍的人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愿望。
韩式婚纱高贵奢华，充满变化，让人看了目不转睛，让我也更加期待有天我结婚也要让太太穿上韩式婚纱来场浪漫奢华的婚礼。专业的解说帮助新人了解更多婚礼的各项细节与选择，不但增加婚礼进行的效率，还为新人预先设想解决各种难题。但是佩佩一开始踏入这一行可没这么容易啊，也是狠狠的下了一番功夫。佩佩本身也是戏剧系毕业，但从事婚纱这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工作。对，那这个开店前做了哪些准备？其实我那时候做了好多好多功课哦，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安全感，隔行如隔山。但我运气很好的是，我觉得要遇到贵人，我觉得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Hello， 自己讲。Eric， 你好。Hello， 佩佩说你是他的贵人。对，总共认识多久了？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这样算一算，应该认识两天吧。对，还年轻，我才18岁，19岁。我们认识20几年了。所以你也是戏剧系毕业？也是戏剧系毕业。那你现在是婚纱店的大亨？大亨？也没有，是身材比较大而已。现在开了几间店？现在有9间。9间店，厉害！哇，你这个师傅可厉害了。对，所以我当初才会跟着他学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会有一些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地方。像是这个工作很复杂，因为你不是只是要学会帮客人怎么配衣服啊，然后照顾到客人的心情，那你还要知道整间店怎么营运，其实有非常多的小细节，就是跟我们以前学做表演是完全天壤之别。对对对。嗯，那你现在看到他开的这个韩式婚纱店，他的那个年收入也是很厉害的，对，连续3年都有破1000万。在他眼里，他觉得。看到徒弟其实还蛮出色的，你对于他现在的婚纱店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有时候就是滑到他们的广告啊，或者是他们的作品，都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我觉得我们的风格已经快要渐渐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比我厉害啦，我们真的只是提供一些东西，然后其他都是靠他们自己努力来。很谢谢他给了我这么珍贵又无价的那个经验。那如果有客人，你会推荐你的店，还是推荐他的店？但是我的店啊！因为好友 Eric 的支持，让佩佩在创业起步少走了许多冤枉路，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友谊。没有，我刚很好的朋友，我们像是家人一样，所以他其实也很希望我成功。我那时候就跟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去你的店里当免费的员工？那我也可以学东西。当免费的员工？对，要当多久啊？大概有。快2年，1年多，快2年。可是我记得你很忙，你跟姐姐很忙。对啊，那怎么做这个？因为就是因为忙，然后所以我才跟她说，你不要付我薪水，因为我没有办法当正职的，就是固定说每天几点上班到几点下班，因为我还有正职，我还要去露营啊什么的。那我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就尽力帮忙，其实都是我非常宝贵的资产，这些都是我的很好的技能。除了有贵人相助，还有一位比贵人更贵、贵到天价，让佩佩在经营方面更加放心打拼的伙伴，也就是店内的另外一个老板，他的老公于小鱼。他在店内专门负责帮新人画韩式彩妆。小鱼，你们这样认识多久了？应该21还是22？21吧。好，22吗？好了，好，其实好像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忘了，其实久到不知道是谁追谁。那是他追你追我，没有，是你追我。就是有一次我整你，然后你不开心，你追我。哪有什么前世？追着我打，好，追着你打。哦，那可以，那可以。是这样，所以是那个追着你打，对，就这样21年。对对对。那当初你看小鱼之前是学美术的吗？对，我之前是学美术。然后因为后来听说又是去补教界当数学老师。对，我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刚好补习班的老师以前还记得我，因为我以前数学算很好。然后他就哎呦很好。对啊，因为我都考满分啦。对，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要去做补教界的老师。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因为薪水其实也蛮高的。对，所以就去做，然后做了5年以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动力。对，毕竟因为原本是学美术的。对对对对，就是想说要让自己的工作跟兴趣有一个 match， 就毅然决然就把它辞掉，然后去学跟
美术有相关的东西。在这个期间，佩佩要找你开婚纱店是同时在发生的吗？算，应该算是同有好像是我先有点同步吧。我跟你提了开婚纱店的这个 idea，对对对，你才想到要把工作辞掉。对，然后之后我就是才去慢慢接触彩妆跟发型，因为男生在学的时候就变成所有彩妆品都不懂，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蛮灰心的，就是觉得啊自己转行了，然后有些东西又没有学好，然后会有点小沮丧，会一直思考到底我干嘛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啊。真的假的？我没有，我一直都是很开心因为女生就是看到这一漂亮礼服觉得哇好开心哦，就只觉得哇我的梦想对对，我比较实际一点，对，因为 我可能会稍微想比较远一点，会想说啊我们下一餐在哪里，对啊，尤其就第一个月可能觉得还好，第二个月就开始紧张，就觉得最紧张是到第几个月的时候？可能两个半月左右吧。那时候有多少人？那时候是那时候到三组客人吧，不到三组客人。对对对对对。哇，那这很难熬。对啊，就是心里会一直很紧张。嗯，对，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有 这里有一间婚纱店，嗯，然后就算知道了，他们会觉得这新开的，就是我们没有作品拿给人家看或什么的，人家也不敢来。那时候有觉得做错选择，想要关掉，是会有一点这种想法，就觉得嗯，我怎么不好好的当个老师就好？这段时间你们是怎么克服的？这中间也会尽量去，可能就抓他来当 model， 然后拍作品，去拍一点点作品。所以然后尽量去 po 上网络啊，让人家知道说，哎，我们这里有婚纱店。对，那后来怎么样转机呢？怎么开始生意变很好？因为你们连续三年收益啊是破千万。后来就是好像是那个，就是第二对那个新人，他 po 在网络上面。对，刚好有一对新人，他们很好心，他们就拍完以后，他们很喜欢了、啊，然后他们就主动帮我们写在他自己的部落格，然后就上了雅虎奇摩的首页。对，然后就忽然有一天觉得说，哎，为什么电话接不完？我就问他们说，哎，请问你们是在哪里知道我们有开这个店？因为也会好奇啊，我们根本没有打广告，然后又才刚开店，然后他们就说，哦，我在那个雅虎奇摩的首页有看到，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只要有特色，大家会自己愿意对 这件事情有兴趣，就是一种免费的宣传。那还有哪些美美嘎嘎是跟人家不一样，觉得是你们的骄傲，就是我觉得也是让他们很喜欢这边的地方。很多客人在网络上，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惊奇的，就是一般你去看人家婚纱店的那个大厅哦，都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摆很多的桌子，因为客人拍完照之后呢，他们会把客人叫回来店里，然后给他们看那个电脑上面有照片，说你选哪几张照片，比如说我们今天拍了150张，那你要选哪几张放进相本、嗯、那你每放进去一张都要加钱。对，你们不会吗？我没有，我就跟客人说，你就待在家里就好了。不好意思，我们店面也没有很大，你不要来我们店里了。我们就是直接把所有的档案放在云端，你自己下载下来，就都给你们、嗯，全部给他。对，就全部都给他们。对，所以都不用另外。所以之前有一个那个理财专家跟我们说，哎，你们这种开店哦，我觉得10年也不会回本，礼服也没有加价，然后照片也不加钱。没有加钱。对。所以来到你们这边，好像客人就是一对一这样专门服务，对不对？因为说空间也没有很大的话，这个质感。但也是会保留到，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专心的服务这组客人。嗯，通常外面他们拍照是一白两晚、嗯，一个白纱跟两个晚礼服、嗯，正常一般婚纱店是这样、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拍照的时候有，我们把方案就是有调整，大家也可以选两白一晚。那有的想要就是走比较精致的，他就会来我们店里，就是价钱没有变，可能他当初进来的看到的是3万多、嗯，那他出去就一定是3万多，而且是穿到就是店里的都可以选，然后是两白一晚。这样、啊，所以他如果今天看到就是他签约的那个服装，他觉得看到另外一个反空间的服装，他也很喜欢、嗯，他也可以去试那个。对 对, 对，都可以。嗯，全部都佛心哦。嗯，哎，我觉得你们真的很用心，而且真的连韩国女生都来这边穿这个韩式婚纱。嗯，其实我还蛮讶异，这件事情也让我开心蛮久的。就是那个韩国女生，她其实本身就是韩国人。那其实，在韩国的婚纱业算是发展的也还蛮不错的。差在哪里啊？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婚纱差在哪里？其实韩国呢，他们
结婚的时候只会穿一套白纱，只有一套。嗯，他们没有，不太有晚礼服。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这一整间店让你拍照跟宴客都可以穿到韩式婚纱之外，我们不仅有像韩国的那个白纱，我们还有晚礼服。对，所以韩国的新娘她就很喜欢，她就会觉得说，哇，我来这边可以一次穿到好多件。嗯，对啊。哦，这就是跟韩国又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对对，跟韩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她是特地坐飞机过来。而且我刚才有注意到，你在翻这个相本的时候，你们的相本的设计好像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对，当初有就是因为想说我们是韩式婚纱，有跟尽量做的跟韩国都一模一样。照片它其实有直有横，对，那如果用正方形放的话，它看起来平衡感会比较好。然后再翻开来，就是我们也有做跨页的编排。一般婚纱店他们跨页编排的话是另外要加钱的，因为它占掉的版面太大。对，那就变成说它如果照片放多张，那它的页数就会增加，那他们就会另外再收钱。那我们跨页的话是不会再另外的加收费用，因为像这样子跨页的感觉就会有点像电影海报的感觉，所以其实看起来就会比较有质感。嗯，而且感觉不是不会反光啊。对，这就是我们另外有跟厂商去谈一个，它叫做韩式的绒布膜，然后它是不反光，因为你在婚宴现场，人家看到你的相本就会漂亮，他想要翻拍。对，那通常在翻拍的时候都会有反光。对，那我们这个是任何角度都不会有反光，就是看起来会更有质感一点，比较走像精品的那种感觉。而且你们的放大照跟别人也是不一样，这两个人怎么晒成太阳？一大一小。对，其实你如果先不看这个的话，其实你就不会觉得这个很小。其实这就是一般外面的那个放大照的大小。对，你们放大照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对，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是用油画布。对，就是真的油画布。然后之后我们是请厂商特别用油性的颜料去喷。对，那也比较不会掉颜色，也不会变色。那后来变成这样是有加价，这是现在的是不是？这个其实没有加价，就是变成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成本增加，然后让新人变成大涨了。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婚宴场所他们做的装潢越来越华丽，这么小的放在那边其实很没有气势。对，然后之后就想说，要怎么帮客人让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花了好多钱在布置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想说啊，那干脆把他们这个换成大张一点好，比较有气势。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像我今天我要结婚，其实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而且结婚的时候好像是很容易焦虑，对不对？对。那你们要怎么帮助这个新人，就是让他可以完成这个婚礼？只要任何婚礼想得到的东西，在我们这边几乎都可以帮他们解决。对，那有一些不一定是我们店里的服务项目，比如说像是捧花啊，或者是喜帖，那不是我们店里在做，但是我们一样有配合的厂商。结婚前一天来到这边拿走礼服，也顺便拿走捧花，对，他就会很方便。或者是礼车啊也有，然后还有当天的摄影、录影，或者是主持人。那些资讯我们通通都有，对，所以就会比较简单。人家是一卡皮箱去住五星级饭店，对不对？我们是只要拿钱包进来，就帮你们，就是帮他婚礼全部搞定。贴心的为顾客服务着想，让顾客愿意把终身大事交给他们。就在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全球疫情爆发，他们又是如何度过的呢？那一段时期我们也会有一点担心，因为毕竟店里完全没有人进来，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办？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努力的想说直播，就是让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做一下婚礼的功课，习俗有哪些啊？那什么样的身材怎么挑礼服？那我们就透过直播告诉大家，让大家不用出门，那也可以一方面进行他们婚礼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那时候就找了很多的那个时间，把礼服穿在假人或者是 model 的身上，可以直接让大家看那个他穿起来的感觉。你就可以直接知道它穿起来的感觉是不是适合你，你就可以先筛选一轮，让大家在挑的时候就会更安心，而且更快速。这很贴心的，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来我们店，就是他可以清楚的知道他在签约之前就可以一目了然看清楚我们店里有哪些礼服，然后穿起来的感觉是什么。佩佩小鱼两夫妻用心成功经营的方式，注重各种细节，了解顾客的心。婚纱礼服高质感，而且又有亲民价格，博得好评。连在演艺圈的好朋友也都是他们家的常客。
这边除了就是有婚纱，好像还有礼服，对不对？对，就是不是有结婚才能来？对，就是如果你有重要的活动，比如说尾牙，或者是像之前有一个女艺人叫张文琪，然后她走金钟奖的时候红毯，她得金钟奖了，就是穿着这一件。那这一件啊，你看它好像素雅素雅的，对不对？但是当一穿在人身上的时候，趁着肤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低胸低到肚脐，很性感，但是却又保有它的气质，所以算是性感兼顾气质这样。这个是就是比较典雅，对不对？对，比较典雅，然后用睫毛蕾丝来带出它的一些细节这样。我看你后面那个好像有点搞笑，你说后面我跟你说，其实它本来是也是典雅气质路线，只是他后来被一个艺人穿，他们拍的主题有点有稍微有点搞笑，就是之前宫廷剧不是很流行吗？很多人都喜欢穿那种有点类似古装的感觉，可是又想要有西式的那种浪漫跟性感，所以这一件呢，它就是结合了那种宫廷剧那种古装的感觉设计。你看这边好像就是一个喜的感觉，但是它的剪裁却是西式礼服的剪裁。然后之前何玉文他就是拍他自己YouTube 的频道，他就是假装跟白云哥结婚，就穿我们这一套。就是这个哦，对，所以其实风格还蛮多种的。那大家也可以在这边找到就是心目中的艺人款的礼服。把顾客当好朋友，服务好，婚纱礼服品质好，又定期更新，难怪大家都爱这里。不过成功的事业背后，有颗感恩之心是最重要的。妈妈对你从小的启发是很多的。对，我觉得妈妈的影响很大。哎，她会常常为了说你这个服装要怎么样去调整啊，或者什么，因为她毕竟也是出于她的专业嘛。我觉得妈妈她从来不管我的任何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发展，她就是放手让我去做，所以就我也不用跟她报备，我就是做我觉得对的事情，所以我还蛮感谢她，就是很相信我们。保持这个心态，这个努力，保持这个用功，他太用功，我希望他不要弄那么多事情，他是什么事情他都想要弄，有时候弄太多了，我觉得他太累。好像还需要再感谢有一个人也是很重要，就是依依，对不对？对不对？姐姐，你们常常都是被绑在一起的。对，长姐如母，我觉得他好烦，他真的有时候以为他是我妈妈哎。我跟你说，我明明就同时出生的双胞胎，但他好爱管我，他明明才比我早出生三分钟哦，但是他就以为他比我聪明，所以我开店，他就觉得也是他开店，他的口气都会有一点点像是妈妈在管小孩，因为他就也是求好心切，他会有点心急，当下是不开心的，但其实都有听进去，那事后也觉得，哎，这些批评其实很有用，哎。对，所以你有什么话想对姐姐说？跟她说少啰嗦，我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另外是谢谢她，谢谢她，就是长姐如母，谢谢她，就是给了我们这么多直话直说的谏言，对，让我们可以成长。那所以未来啊，会一起合作吗？其实我们就现在都还是有合作关系，因为我只要有漂亮的衣服，或者是他们有看到漂亮，比如说他们以前真的是去韩国看一些漂亮的衣服，然后他也会找一些资料给我，然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然后再把它设计出来。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有兴趣，然后有企图心，那第三个要有危机意识，你要想得比别人远。还有另外一个秘诀，我觉得就是永远不要怕失败，你就可以大胆的出去闯。还有对你重要的伙伴小龙，他很有毅力，很了不起，他直接转行，然后撑起整间店，我觉得其实好感谢他哦，就是可以让我无忧无虑的继续去发展我的育儿的这一块，让我无忧无虑无后顾之忧，是因为他把这个店经营的好好的，因为他的耐心、他的细心跟贴心，让我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还是得跟他说谢谢，谢谢有你真好。虽然说我们有一个宝贝女儿，我还是会把佩佩当作第一位，我爱你。将别人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用心对待，将心比心，让他人感到幸福，照亮他人。未来不管如何，我们的韩式婚纱女王佩佩绝对会继续在演艺圈、婚纱未来的亲子领域大放光芒。她不畏艰难，继续挑战，而能成功起飞的原因是，我愿意